哎，奶茶，你这个身子板不行啊！啊，我教你打拳。不用了，谢谢您。男人总得学学。下次吧。我收你为徒，吃兔，表演一下给你师弟看啊。师弟，我赤兔要当龙虎武师了。我跟你讲，龙虎武师入门，首先要学的就是挨揍。我又不用学了吧。下次。赤兔，来了，看见没有？这么大个拳头，来了。哎，你不能躲啊！你爸不会真想凑这马吧？哎，百花，来来来来，你过来。你呀、啊，带了拳套，轻轻打他一下。我打不了，我不敢不敢。那这万一踢死我怎么办？这都很专业的。我死了还专业了，叔叔。试试看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我还年轻了，叔叔，宝宝，你这。I'm sorry. 哦，你死定。比心。冷静，冷静！石头，继续，坐，倒，躺，漂亮。喂，你看见了没有？叔叔，他这不能是碰瓷儿吧？哎，他这叫演技，碰瓷儿也全都是演的。我可懂法律啊，这事儿他全责跟我一点关系。他喜欢你，一见钟情。你看，石头，起。你看，他多听话。哎。我们再训练他第二个动作。不，来，师兄，我来这一个就行。不。